奥米卡转转停车场。哇 ，it's so cool！ 这个三个小孩玩得爱不释手。哇，他会高速旋转呢。哇，现在这边要冲了吗？哦，冲下去了，谁跑最远？哇，走翻车的啦！闪电麦昆，哇，一台一台冲下去。下面还有很多个停车场，乖乖，你数一下，这总共可以停几台车？过去，小乖。嗯。可不可以过去啊？嗯。这个总共可以停几台车啊？小乖，是不是不要让我过去？你们自己沟通。哦。很好玩的。对啊，你们要自己学着沟通。啊，如果要打架要吵架，我就把它收起来。啊、哦。小乖也在上骑，要上升，降下来。小乖，小乖，要轻一点点哦，因为我们怕它会坏掉，好吗？哦，小乖很厉害的。对，那慢慢的哦。好，老爷爷慢慢的。连小乖也会用这个旋转停车场的升降梯了。哦，那要上来下去，下面那个都要按一下，对，都按一下。爸爸，你看我的货车。嗯，货车，这全部都是你的吗？嗯。嗯，还是跟。是我的吗？哦。对呀。那是大家一起玩的吗？是啊。哦，大家一起玩哈。我的哦。哇。这是闪电麦昆，哇，这行了耶，没有在动了。要等下一台车来的时候，它才会动。因为它睡着了吗？